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美女！哎，我试试了，怎么可能不能开呢？老爷，我来了。是谁？哇，老爷好帅啊！哇，老爷好帅啊！有人相告，我竟不知是你下的狠手。还我灵儿，还我灵儿！夫人，那孩子胎死腹中，根本没有活过呀！你休要狡辩，是你听信府内谗言，是你抛下我们母子不管，是你下令杀死了我的灵儿，也是你害得我含冤而亡。夫人。灵儿也是我儿，他若可活，我就……住口！你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当年之战，一夜之间，多少无辜生灵死于你的刀下，我母子二人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无极无情，无义何念？屈辱之心，还我灵儿！仇杀！什么鬼？头发？我进来了之后，啥也没事啊。哎，这里有张纸条，我让柳先生和赵画师合力打造了续命七星阵，希望夫人可以挺过这次，我亲自去为他护法。哇哦，老爷有点意思哦。去。夫人老爷八字杨一兰阴红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要上床吗？接下来是要上床吗？可惜，漫漫长夜，孤枕难眠呐。雪池子呀，要存档呀，不然会死啊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去往夫人房间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老爷跟夫人的房间离得这么远呢？两个人难道还要去？先去上香，先去上香。Go！我听见后面好可怕的声音，居然敢切我！
我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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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了血池里，跳下去多好。跟我走吧，我知道路啊。白上了头发，那到了心脏。我不可如此，就差一步，就差一步了。灵儿，灵儿千万不可放弃。咦，好可爱的声音哦。早知如此，娘当初娘真是错付了真心。现在娘只有灵儿一人足矣。错付了真心，错付了真心是不是有这么一首歌啊？哦，老爷，你又来了。老爷是爱你的。啊，上香模拟器。所以我本来去七星镇是正确的咯，反正我知道不是去七星镇就是去 天井对面的那个房间，就这两个房间了。如果再有其他的房间的话不可能了，找不到了。坏人不都是死于话多吗？他怎么两句话都没有说完他就开打了？九岁九之命一鬼之主。哇，你跑这么快。切他，踹他。切他。不近一点不行，那不近一点这个枪没威力啊。爷爷要去吃药了。来，爷爷把你切死了吗？血染冰脉花袍，多少天下苍生，皆我之罪。
只会危及于你。让我魂归变化，苍生明末。啊！啊！完了！我和我骄傲的倔强啊！这么多血啊！早知道就来这里多吃点血了。实际上，我们还是应该用一下脚坛子什么的，这么多脚坛子也是挺好用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摆这个珠子了。珠子的话是怎么摆法？珠子，从哪里摆起？从这里摆起。这个放上去，天旋，这个放上去。天机，天权，再是玉衡，再是开阳，最后一个瑶光。OK。哇，居然还有特效动画，你们注意。哎，是那个坛子起来了，这什么钥匙啊？啊，这么多东西。赵丹青，最后一块拼图在夫人卧房。这把扇子又是什么鬼呢？老爷的扇子。这边有没有东西？这边没有，你就这了吧，就这了吧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去。哎，等，哥，啊，不是姐，哎，姐，不要这样，姐，我走，我错了，我还不行吗？哎呦，我们直接从这里穿过去吧，存档去。哎，这姐走了。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等等啊，他说最后一块拼图在夫人房间，但是我这把钥匙是去哪里了？这把钥匙是去哪里了？我倒是记得有个房间好像没开锁呢。哦，这里啊。老爷应该保住你们的孩子，夫人多保重身子才好。果然是这个画师在这里捣鬼啊。一可一架，魂魄亦可一阶，着五行之魂分而化之，公子之灵可重归于世。我来了，你这个画师小人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啥玩意啊？果然是最后一块拼图了。但是解谜的线索在哪里呢？
水仙杯，摆杯子。这到哪里去玩呢？哎，这么多杯子，老爷的扇子，了解了解。老爷的扇子怎么了？哎，一身青缕香，千载白衣酒。哦，然后对应旁边的那个花瓶里面的样式咯。千载白衣酒，一身青缕香。这个花，红白花。红白花。所以是对这边咯。这个破柜子。啊，这个。这边也有吗？哦，所以是开，啊哈啊哈啊哈，开，啊哈啊哈啊哈，终于明，哎，怎么还差一个？这是个嘛玩意儿？又门环，门环，鬼来了！门环是个啥玩意儿嘞？再去哪里呢？这个夫人门明显开不了啊！我错，那个孩子呢？我的灵儿，我的灵儿怎么办？夫人莫急，那孩子虽找不到，但府中却还留有一个活命，且是至亲之心。什么？那这段对话已经是在我杀完老爷之后出现了，过时了。那么去试一试那个门吧，好像罗盘已经加了一个碎片，对不对？这是夫人房间吗？我都不知道二代里面那个点蜡烛到底有什么用啊，鬼都不怕的。
然后把他给干掉。怎么回事啊？中间留一个这个就行了。哎呦，真是无聊，就没有投机取巧的方法吗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变了。我变了耶。这什么情况啊，我终于哎啊，这什么，现在鬼应该都没了吧，这个位置离佛堂好远呐、啊。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回去先撤个档再来吧。这边现在再没有鬼了吧？我去，绕好远啊！那这个我好像不用再存档了吧？因为它就是自动存档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管了，我还是先存个档吧，上香嘛。上香模拟器不上香叫上香模拟器吗？哇，我居然玩了七个多小时，我觉得应该不止七个多小时，我卡关都卡了不知道多久。好，应该是打最后一个 boss 了吧，我就快要通关了，超开心，我终于快要通关了。就这里，这个是什么朱雀，我没有，我有朱雀品，两横杠一短杠，罗盘还不完整。好，这次完整了。朱雀是火，外面是两横杠一短杠，这个外面是老爷的吧，应该是甲乙嘛，不对，这个可能是乙酉。哎，失败了。我要疯，那这到底是谁的？哎，等等，我刚才看见这个封印好像有一个那个火两横杠一短杠，好像是个辰来着，甲辰吧，
点。哎，真是假成。萌萌，萌萌，你终于又回来了，殷夫人。殷夫人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你是谁？金戈铁马，踏平整个村庄，一颗颗跳动的心，一具具尸体，还有我的父亲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关心你的什么恨，还我萌萌。是我谋划了这所有的一切，让殷夫人以咒怨之心化成恶鬼，让殷红被至亲之人挖心取命，用殷府上下所有人的性命抚平我心中的恨。直到看到了那封信，那封父亲以性命祈求殷红发兵相救的信，一切恍然大悟，大错已经铸成，对不起，夫人，救我们！萌萌，哇，超级大悲剧啊！超级大悲剧，赵军师的信。殷红将军请起，我是李将军的军师赵，由于我的急功近利，错误使用了太阴之法逆天而行，使军中的一些士兵已化为，如今李将军已死，我一人更是无法控制局势，实不忍见为患，恳请殷将军带领火枪队三日后入村，彻底剿灭赵家，世代相传有武，需要正确使用方可，但我的大部分身体已遭侵蚀，必须先取我心脏，然后使用才能侧灭那些自知罪孽深重，恳请将军放过那些没有化为的百姓赵。好吧，超级大悲剧。最后是殷夫人力挽狂澜。赵丹青日记三，第一天人都死了，到处血，村子也没了，那个骑着马上的恶魔，我要替你们报仇。那吃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里还有枪哎，左门环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不让我换子弹了？好，搞定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杀 boss。你就是夫人一魂转世，你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和怨愤，只有你能救她。这里有太多冤孽，唯有他得到解脱，我们大家才能得救。请帮我们结束这一切，让所有人都能从来出来，往去处去。好像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去楼上吧，这个我还是蛮清楚的。最后一间房了，最后一个被他家儿子霸占的房，走吧。
终于要大结局了，不知道打 boss 我要打多久。我就要打到天荒地老吧。不是吧，殷夫人是大 boss。殷夫人是大 boss 吗？哎，为什么我还有个地图没有找到？这边还进不去，会不会还有指纹山呢？哦，现在这里好安静了，鬼都已经被我灭光了吧？走错路了吧？就走这条。啊！是不是这里啊？不是这里吗？哎，还真是这里。他儿子已经闪了，还是死了？哇哦！天哪！天哪！右轮环，左轮环，他非要按着门环才能进去吗？奇怪。哇哦！哎，气沉丹田。厉害了，又是剧情动画了。关门，哇，那边是不是有个心脏啊？漂亮，我去，这里啊枪都打不到，你当你是空气啊？哇靠！
哦，打到了。这个就有点坑爹啊，打到他没有显示，还以为没打到。这个还不能跳。你死了吧，你再死了吧，还没死。这游戏到此结束，喜欢看你们以解说恐怖游戏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一下关注，那么我们下一个游戏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愿散尽百年修为，如累世业债。明月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都过去了。啊，萌萌呢？她没事吧？萌。